实感觉蛮奇妙的，因为也已经出道两年半多了，那不管是新粉还是老粉，其实多多少少常见的面孔他们都会变得越来越像朋友一样，所以不仅仅是一场表演，有点像是在跟朋友一起过生日，可是你有好多朋友的这种感觉。对，这次我们票就卖了300张，对，那会有300个人跟我一起过生日，感觉其实蛮热闹的。其实我就想赚大钱，其实我想赚很多钱。没有，但赚钱代表的是作品越来越多。对，那这样就重复第一个嘛，所以我就讲说，赚大钱，先来个10亿，好，10亿，赚个10亿，赚个10亿，赚个10亿，然后我就可以开一台就是以轮休旅车，然后带大家出去玩。哦，带大家出去玩，中饰演这个霸道总裁，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在考他。那他一定没看。哎呦，我有看。那在你心中他是怎么样的人？很烦啊，很吵啊。哎，你不是说兽性最大？很没礼貌啊。很没礼貌。他很脏哎。他很脏，怎样脏？他会拿脚来磨我。真假的？而且他也磨草草。啊？他也磨草，拿脚去磨草草。哦，真假的？对，你是磨片。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告状大会。他常常对我骂脏话。我哪有骂脏话？我以为你每一集都不行耶。你最常对我说的单字是什么？你自己讲，你一定不敢讲。还蛮妩媚的嘛，对，因为我向来就觉得做东西就是要做到底。那我们之前 special 开粉丝见面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跳过女团的舞，就是 EXID 的 Up and Down。那个时候我就可能开发了自己的一个女团魂这样子。我本来就是一个蛮开放的人啦，不会去害羞啊什么的，所以就觉得可以慢慢往这个方向发展。粉丝一起共度21岁的生日。